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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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南市长黄伟哲9月12号来到永康区探视食肾阿嬷，因为食肾阿嬷虽然讲因的身体无方便，却有缘在做资源回收，帮助社会。在中秋佳节前夕，那谢家其实他们本身是行动不方便，又是中低收入户，所以低收入户哈，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对于在帮忙做资源回收，本身又有这个行动，又有一些病痛。然后又是经济上很不方便的这样子的市民，我们应该给更多的关怀。除了关心食肾的家庭生活，黄市长也对种米含着月饼表示一点仔心意。感谢您做这么多回收，那无给加做点粪扫呢？吼，好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我是啊，那较无。你换洗啊？没有。我捡。啊，几担啊？啊，你捡这几担啊？几万担啊？哦，安尼。不简单，所以长期在从事资源回收环保的工作哈，这是谢谢。那一般来讲，很多身体不方便的，或是很多低收入户，其实可能他们的谋生能力就比较少。可是问题是，他们还是愿意站起来哈，这点或是社会上不应该让他们孤单。那我们也会更努力来帮助他们，谢谢。啊，市长做得袂歹啊。对啊，感谢您。啊，阮家有一挂物件吼。这个目前是一家口啊，六个人住伫个水来个厝，平时依靠着后生咧做工维持生活。老阿母捡资源回收补贴家用，环保局今仔日也甲长颈阁整理好个学校桌啊椅啊，送予遮个小朋友，予因会当有家己个桌啊椅啊，专心来读册。